2012年11月16日，悠悠剧团举行媒体发布会，隆重推出疫情后全美首部沉浸式歌舞剧《醒梦》。该剧集结了40多位专业舞者、歌唱家、演员等艺术工作者，呈现一部前所未有探讨哲学的令人沉思的歌舞剧。此次演出场地特别选择了非传统的戏剧表演厅，让观众更近距离观赏表演，且有机会参与演出。利用场地的设计与演员的带动，让观众沉浸在《醒梦》的独特三维空间中。全剧以20幕场景展现连贯故事情节，内容精彩而发人深思。如此新形态的歌舞剧不断在华人圈前所未见，即使放眼全球也鲜少见到相同类型的剧种。此次公演将于12月11日下午3点和晚上8点进行2场演出，今日起开始售票。悠悠剧团是美国注册的非盈利组织，集结专业与对戏剧歌舞有热情的，透过歌舞剧的方式传递东方经典文化。这部剧我们主要是以庄周梦蝶为引子，以这个庄子的齐物论为主要的中心思想，横跨了从战国时期到现在2022年，横跨了2000多年东西方的不同的场景和历史人物，从不同的人物性格开始进行展现。我们在12月11号下午3点钟有一场表演，晚上8点钟有一场表演，全美目前就这么2场，错过就没有了。所以欢迎大家上网购票，搜寻《醒梦》，或者是找悠悠剧团，能够找到我们《醒梦》的相关资讯，欢迎大家来订票。祝我们这出剧大火！悠悠剧团，魅力中国记者现场报道。